这边解释一下，樱木花道对樱木花道，他没，你拿棍打我，可能比较印象深刻一点。说着，爸爸，我错了。其实好朋友特别多，但是永远比不上我身边的这十位兄弟。默契，真默契。啊，我发了吗？发了好多，发了。张嘴叫我输。感觉自己萌萌哒。就来个整个正常的啊。我怕你正常，别人不正常。真正常了啊！我感觉就是正常的不正常。大家已经说到正常了，我已经知道就很恐怖。腾讯视频明媚专访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二万 SC Rise。有什么在团期间想完成却还没完成的事情吗？集体蹦极跳伞。你完成不了，完成感觉完成不了。也不能想完成。想吃口宣扬。可以，这个可以，这个可以，这个加一。口宣扬，对，口宣扬想一起。你完成不了，完成感觉完成不了。之前是不是约过没约上？约过没约上？对，努力去完成。哇哇，好香感觉。能遇见这么丑，我真头一次见。来吧来吧来吧，大家尝一下怎么样？啊，哈哈哈哈哈！是哭了的，怎么？有一说一，真的很好吃，相当好吃。哦。印象最深的舞台是哪一场？有什么特殊之处吗？第一个上百的舞台，第一次跟十二妹一起见面。对对对，然后有相互意淫，也是我们成团第一个舞台。嗯，然后还有演唱会的专场合照，大家都知道。对对对，是也也。有什么事情是你们即使解散之后？可能每个人不一样，而且肯定会聚在一起。上网，而且看鬼片。哎，看鬼片。哎，今天回去要看。今天回去就看恐怖片。对，恐怖片。想象一下，如果十年以后在一起开演唱会或者拍团综的话，你们觉得会是什么样子？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和现在一样。十年电影，我要想看有几个人录出来。那肯定得叫我输了。谁叫你输？叫你输。现在都不叫你输，三十年以后也不叫你输。你在想啥呢？就如果时光穿梭，你们现在回到了从岛上出发的第一天，每个人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多买点零食吧。我多带点漂亮的妈妈。够了够了够了，我好好学跳舞吧。我带个手机进去。不一定不能带手机。大家都在了，顶风作梗。厚点的衣服，然后护踝。护踝？嗯。没想好，我没想好。我也没想好。我就是一如既往。一样够了，一样好。我不想穿错，顺其自然吧。对，一样的。马上就要毕业了，在这段旅途中，自己觉得有没有什么遗憾呢？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吗？没有遗憾，没有遗憾，没有遗憾，没有遗憾。对，做到我该做的都做了，尽力了。当然，唯一遗憾可能还是我们的演唱会，2020年那场那几场演唱会没有开成。和小十二们印象最深的一个时刻吧。321或者是321破破小矮。默契，最默契。最好玩和炸裂的时刻。粉丝们都很好奇，你一个人独处的时候都喜欢做些什么呢？做普通正常人该做的事情。一些关于音乐的想法或灵感，通常会在什么情况下产生呢？厕所的声音，厕所里边，厕所多一些吧。很多粉丝都很怀念你在中国画和东方卫视春晚里的古装装扮。作为演员的你，以后会拍古装片吗？首先我没有说过我会。就是要做演员或者是怎么样，我现在还没有这个定义，但是希望可以大家期待一下。那以后想尝试哪类角色呢？他咪微露个脸，开车带过表弟表妹兜风，感觉如何？在谁？弟弟，我表弟表妹，然后还有弟，很吵很闹，很凌厉。对弟弟怼过印象最深的事情是什么？怼我已经习惯了，小的时候拿棍打我比较印象深刻一点。这次团综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是什么？东极岛感受非常深的就是跟兄弟们一起起床看日出，然后在那边吹风吹了一个半小时。对，虽然没看到，但是那个但是在岛上面一起喊的 Rise 一些的唱的歌啊。要去的正前方是前走的方向，我在狂奔就能找真热血正当时。然后喊那些 Rise 一些口号还是蛮感慨的。滑雪跳伞等极限运动还想尝试什么运动？未来的话爬火山冲浪
这些了。爬什么？爬火山。嗯，我跟郝总都定好了，我都要叫他们去了的。走吧。我最推荐大家去尝试一下跳伞，可以获得勇气。在剧组和最近参加的节目里，有没有交到什么新朋友？好朋友，其实好朋友特别多，但是永远比不上我身边的这十位兄弟。终于听到一个非常精彩的。刚拿到驾照，谁会是第一个坐在你副驾驶位置的人呢？第一个坐副驾驶的是我经纪人。对，教练。没有，就是拿到本以后的嘛。因为当时就是心血来潮，想租一个车去路上跑一跑，但自己一个人又不敢，就拉着他一起。他一开始也不敢，后来是硬逼着他的。我来接。今天晚上我真的拿着。对。跳伞的时候内心是什么想法？感觉风挺大的，说实话，跳伞就是你跳的那个瞬间会感觉跟想象还是不一样，就哪怕你鼓足了很大的勇气，但是跳出来的那一瞬间还是觉得有一点害怕，但是慢慢适应了之后，你会觉得自己获得了很多的勇气，就像姚晨说的，是一个很不错的运动。作为团里的老大哥，过年有给大家发红包吗？给他们吗？没有，平辈儿，但是给各种人。没发了，你在群里发的，我还抢了呢。啊，我发了吗？发了好多，发了。你不绑架了，发了好多。哦，发了，发了。哦，对对对，都发了，忘了忘了，发了发了发了，发了好多，发了好多。所有人都发了，对，发的格外多。哦，没有单，但是不是单独，不是单独发的。很多采访的时候会引起大家的笑点，对此你有什么感受？开心就好吧，开心就好。跨年晚会上，最后兄弟们那张自拍可以是你长进的吗？对。当时是怎么想到要拍一张的呢？因为那会儿是跨年嘛，就是想在跨年的时候，我觉得能和兄弟们在一起，然后留下一个很美好的记忆吧。对，就挺好的。大家对于这张照片的评价怎么样？满意。当然，对毕业后的自己有什么展望呢？我现在就在做我想做的事情，所以我展望还是我未来想做的事情。第一次做自己的歌有什么感受？感觉自己萌萌哒。你跟我想的，你跟我想的一模一样。接下来还会给大家带来什么样风格的歌曲呢？来得太快了，这个还没定。游戏四个人一组，分别用角色、地点、做了什么、说了什么来进行造句，每个人写在题板上，依次亮出并读出答案。我看你一个字一个字写的，我都疑惑了。一个两个，我也都有，我也在三十多，在张张的头上啊，睡觉。说走带你去跑山，为啥在我的头上？这是包子。你说我在吉文跑山，大喊 RSUME。哇！有画面了，有画面了，真有画面了，有画面了。大叔，我真笑死你，闭着眼。夏之光在洗我什么？夏之光在洗脚盆里，闭着眼。说我们有好姐妹，说有点味儿。我跟你讲，太别扭，今天你洗给我。迷妹专访的主持人，在小树林里洗澡，说着：“爸爸，我错了。”对不起，樱木花树，我就猜到是他了，在荒无人烟的小岛上，祈祷，我是哥哥的心。这边解释一下，樱木花树不是樱木花道，我们樱木花树是我们的工作人员，就来个整个正常的啊。我怕你正常，别人不正常。真正常了啊！我很觉得就是正常的不正常在一起。大家已经说到正常了，我已经知道就很恐怖。第一个 R O S E， 这破小心。哎呀，拜登人好壮啊！帮妈妈洗脚，什么？帮妈妈洗脚。说我车速太快了。什
手。算我输了，好吧，算我输了。在题板上写一个只有你们自己才懂的暗号，然后大家一起猜是什么含义，讲背后的故事。河马。哦，这我讲了一个冷笑话。你知道为什么河马叫河马吗？因为在河里喝水啊。不对，你等一下，马是在河里，因为它喝水是河马。这个炸！也是软语，就软语，就是哎，我老师快给来个软语，就是说这个、哦、这个灯吧，那什么语？软语，对，软语。开关，开关啊！椅子，这是什么？是国语吧？那是国语，不是软语，软语是另外一个。还有什么红？跟那国语还是不一样的。好了，你们俩这个语言不太一样。收工了。我跟他一样。哎，你看，我跟诺诺就懂了吧？就是在我们一般工作的时候，特别想下班了，不好意思给他们说，就写在纸上给他们看，收工了。我的奥特曼。我这个是。哦，没电了。那天晚上，这个是大通铺的故事。大通铺的。大惊险，他的冷笑话。啥？大惊险。我们懂。你知道大猩猩在动物园里面为什么可以横行霸道吗？因为他敲胸的。啊。算了，放过我。打电话，大家都是You can't call me， 就是 You kick， 就是比如说在舞台彩排的时候会打个电话，比如说有的时候用啊，是为了对灯光的位置，我们不需要打电话出来，打电话大概60%一样的对，因为就是六，我的那个钟90，大哥是九，大哥是这么的，这是90，九。其实也不算，这个没人按你。刚进来，为什么我们今天老说就没有老说，就刚才在路上放了一遍，被洗脑了啊。我是 Wise 周震南，我是 Now Rap 何洛洛，我是 Rise 的烟许佳，我是 Rise 夏之光。我是 Rise 的姚琛，我是 Rise 翟孝文，我是 Rise 的张元琪，我是 Rise 成员刘野，是 Rise 的任豪，是 Rise 的成员赵磊，我是 Rise 赵让。R1SC Rise，我们是 R1SC Rise。我是 Rise 赵让，是 Rise 的成员赵磊，我是 Rise 任豪，是 R1S Rise 张彦齐 ，Rise 何秋文 ，Rise 姚琛 ，Rise 夏之光 ，Rise 何许佳 ，Rise 何洛洛 ，Rise 周震南 ，R1S Rise，R1S Rise， 我是 Rise 姚琛 ，Rise 周震南 ，Rise 夏之光，周震南。Rise 朱振南 ，R1SE Rise 张延琪 ，Rise 张延琪 ，R1SE Rise， R1SE Rise 是 Rise 赵磊。唐队长，我们是。